Mega Kill！ 好恐怖呀！我们这群人啊，都是穷逼，都是垃圾啊！那我跟你讲啊，林北还有大鸡鸡啊，为了让这群穷逼们吃到肥肠大鸡鸡哦，老子决定办活动送粉丝造型啊！干嘛、啊？林北穷逼还怕你知道是不是？操你妹一副的小逼逼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鲁哥，欢迎回来到我们的传说对决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呢、哦？我换了新头贴，然后还有频道的背景封面呢、哦。这种颜色的分配、字体的选择、格局的布置，我真他妈觉得我自己堪称现代毕卡索啊！其实呢，我在八岁那年就发现自己身怀一个绝世武功，那就是用老二化关公。这里呢，我给大家一个欢乐颂：悟空，悟空打野公，队友看到快中风。告诉他们你没疯，野公出完嗜血功，敲到对面失心疯。谁说野公就是弱？老子把把都出打野公，还能打到排名39。老二太大，容易松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就一样把野怪一路给他刷下去，存到500块以后呢，老子就要开始狂啊！等我哈！哎呦喂啊，你啊，你这边在卡三小啊！我操你妹的、啊！这个长得太肥啊，卡在那个墙壁的 bug 里面啊！我操你的！那这把呢，严格说起来还蛮爽的、啊，因为对方完全没有来插小我的野区，真的是他妈的爽上天啊，难得。好的，老子终于出到绝世武功打野攻了。那现在呢，开始就是要把对面敲到洞洞松啊。我现在啊，满肚子的屎，要赶快找个地方宣泄一下、啊。到底是哪里欠敲啊？下路吗？感觉不是，感觉是中路啊。蓝叫你吃冰是不是？哈，吃我的夺命大棒棒。哎呦喂啊，我知道完全敲不动没关系啊，我只是要给你一个震撼教育而已啊。当玩悟空只会念紧箍咒48式，我除了念紧箍咒以外，我还会把你往死里弄啊。怎样？敢在我面前撒野是不是？哈，看我颜色，你给你顶颜色瞧瞧，什么叫做纯白色？超嗨的，浓醇香哦！好啦，不知道最近呢各位排位打得如何啊？这边呢，我跟各位说一个小故事，就是呢有一位大老二没日没夜的冲排位，从星耀一呢连续打了4天，结果到了第4天，他妈的变成星耀三啊！这结局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啊？跟你讲啊，那个人吼就是老子啦，就是林北啦，把把遇到队友吵架挂机，没事的，看来是我自己的修炼还不够，看来我真的该好好充实自己的嘴炮功力。操你妹的、啊，修身养性啊！好啦，现在呢，看到对面的塔拉居然如此的猖狂啊，越塔洗兵48式，当我们这里怎样？没有大人了是不是啊？吃我的屌屌吧！这时候呢，看到我们的装备已经圣剑啦，跟你们讲啊，你们10分钟让林北出到圣剑，你们全部都得死啊！哎呦喂呀、啊，敲屁股嘞！咻嘣，咻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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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。
哎呦，安奈特他妈催我，你漏了一个洞啊，让我钻过去了。瞧你这个小屁屁啊，好可爱呀！哎呦喂呦，跟你讲啊，你让林北吼在四分钟出到圣殿，你们全部都得死啊！出到圣殿吼，只会是一个开始，不是结束啊！你们看过我的一张图吗？林北全服最强发育啦，怎样？这个圣剑是林北卖包皮赚来的，你们买得起吗？一群穷逼！看一下吧，穷逼们。好啦好啦，就你最有钱啦、啊！你的 Hello Kitty 是妈妈在韩国买的嘛，上千人民币呢。好恐怖呀，我们这群人啊都是穷逼，都是垃圾啊。那我跟你讲啊，林北还有大鸡鸡啊，为了让这群穷逼们吃到肥肠大鸡鸡哦，老子决定办活动送粉丝造型啊。干嘛、啊、林北穷逼还怕你知道是不是？操你妹夫的小逼逼啊。至于活动办法呢，大鸡鸡我再思考一下，会在频道的社群发文公布。想第一手知道资讯的还没订阅赶快按下订阅，会在第一个时间知道活动办法。没问题的，老子办活动肯定是优质的，放心啊，放下你们100万个小鸡鸡。卢哥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什么抽奖的，对我来说不刺激啊。林北就决定来办个粉丝挑战赛，9位粉丝加大鸡鸡我刚好10个制定 PK 赛，然后得奖者呢我会在直播直接送你造型啊。谁会中奖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就是看当时林北的心情选出3位看得顺眼的。好啦，大致上是这样，活动的详细内容呢期待一下吧，陆续呢会推出详细的内容。不要觉得拿卢哥的钱送造型会不好意思啊，我说过啦，我就是这么有个性，我开心我爽，当然就是办活动啦。好啦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好的，现在呢看到勇哥在那边，他的视野已经被看到了。那我在草丛里面做个蹲点，看看哪个倒霉鬼、哪个倒霉蛋会出来啊，被我敲破脑、敲破蛋啊！啊，这个赵云啊，就是你啊，就决定是你了。看我一棒啊，敲啊，继续敲。哦，这个勇 ，sorry 啦，继续敲啊，继续敲，继续敲。看我的悟空的大棒棒啊，继续敲爆你们啊！爽啊！现在呢看到这个赵云在中路吃兵，那吃完兵呢他肯定会到野区里面，那这边呢我直接做一个蹲点隐形过去，看到赵云就是一棒当头棒喝敲破你个脑门。其实我在很多部影片里面都有说过，你玩悟空呢你就是要知道说对方在想什么，他们会去哪里，他们的动向是什么，那就可以很出其不意的进场把他们吓个屁滚尿流，屎都流满地啦。悟空悟空打野攻，谁说这样就不痛，看看赵云想练铁头功，遇到巨棒想太多。哎呦，现在看到对方的塔拉已经狂起来了，拿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是不是吃到什么会硬硬的药啊，太恐怖了吧，我喜欢挑战啊，等等尝试切他中路吧。这个塔拉怎么在欺负我们家的射手哈，太超过了吧，太过分了吧，太目中无人了吧，是不是当我们家里没有大人的存在啦，太狂了吧，管你吃什么硬硬的药也给我来一些啊。啊，忘了我不需要这种药啊，就硬啦，硬整天啦。现在已经23了，然后拿个凯莎准备把他们家全部破一破啊，把他们塔打掉之后呢就结束这场游戏 game over。 那这边呢出来一个塔啦，哎呦不是塔啦，长得太像啦，这个叫赵云，干嘛想要继续练铁头功是不是，继续练没有关系啊，看看是你的头比较硬还是我的棒棒比较硬呢。哎呦喂呦，超嗨的。现在呢对方的辅助开了个视野，把我的屁股蛋都看光光了，然后对方的射手黏着我就是一直射一直射，哎呦喂呦很痛哦，赶快跑嘞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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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，林北死掉了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操你妹的，此仇不报。我也想当黄包包啊，超嗨的。如果有一天我有爱情影片，我肯定发出来跟大家分享与讨论，让你们知道小弟我真的用蓝教供九桃啊。好啦，我是蓝教8公斤的卢哥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我会很硬，如果不喜欢我的影片呢我也会很硬，如果你真他妈喜欢我的影片就按下订阅，拜拜。The drama, the guns, the armor, the city, the farmer, the babies, the mama, the projects, the drugs, the children, the thugs.